你约我上去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？I love you。咩话？甜甜 ，I love you。吓？其实呢十年嚟，我追咗你好耐噶啦。你想唔想試一下？你哋最近有冇睇《大叔的愛》咧？有啊，有有有。邊一幕咧令你最深刻啊？喺廁所壁咚。中意你啊？嚇？誒，同埋尋日嗰集咯，佢攬住佢唔好走啊！祝你和子欣幸福。唔好走啊！王德斌，甜甜，我爱你。你咧？佢哋喺浴室錫嗰幕。我知道你中意大波。但我都有大支嘢，你會想試一下？冇，好似冇。屋企人有睇嘅，跟住行過會見到咯，係啊，冇啦。想問一下你有冇睇過《大叔的愛》？有睇過嗰個片段啦。邊個片段？喺浴室嗰段。即係如果 Kelvin 啊，突然之間中意咗同性，你會點樣啊？正。不知道會怎樣祝福你放他走祝福他好大方啊你們同性 OK 的、啊、異性就異性就不行了喜歡同性出街這樣就 OK 的但你說做一些過分的事就即是越過底線那些就接受不到、你有沒有聽過 Facebook 好 hit 的群組叫做我老婆嫁了位 Mira 導致婚姻破裂關注組你有沒 有沒有入有在有入有在有沒有看過裡面那些 post有啊，有睇啊，有入嘅，有冇睇入邊啲 post？ 有啊，我有啊有啊，我前幾日入嘅我。入到去有咩睇啊？你覺得？入到去幾搞笑，幾搞笑啊！有姜圖 banner 睇。係啊，即係同埋佢有將嗰啲嗰啲倫敦金啊，嗰啲 MK 仔嗰啲 key 咗十二個 Mira 咯，係啊，幾搞笑啊！你另一半咧，如果係追 Mira， 即係可能你男朋友、你老公，你會唔會支持啊？唔好過分沉迷就 OK 咯。不要出現個冷靜咯，同埋長子不要變。我都追的因為大家一齊追。我不介意我你不介意嘅，咁如果出現佢個攬枕咧，可能 Anson Low 嗰啲攬枕啊嗰啲。攬枕咧都不介意嘅。哦，好大方啊！因為我而家仲單身啊嘛。哦。我又幻想唔到啲咁嘅問題。我暫時未知啫。唔係咁，就算可能一齊咗，咁佢都係喺佢屋企有個攬枕啫，唔好擺喺我屋企就 OK 嘅。我覺得咁大家都係偶像㗎啦，加上香港喎，咁你舉咗香港有呢啲偶像，你哋會唔會一齊追埋？睇我自己中唔中意嘅啫，係啊。如果佢中意，我唔會阻止佢嘅。如果佢整個攬枕咧，你會唔會一齊攬住佢？有少少嬲咯，但係都唔會對住個死物真係咁呷醋嘅，係咯。可以啊，因為你都追埋一份係嘛？我又冇嘅，佢中意咪好。我只要覺得唔影響大家關係咯，即係未有啲 post 話。自己男朋友同女朋友影相，跟住將自己 P 成個 P 成 Anson 個樣嘅，係啊係啊，咁我又覺得過咗咯呢啲就，係啊，跟住代 Anson 送個生日蛋糕嗰啲啊嘛，係咯，就有啲怪咯，即係我同你影相，但係將我 P 成 Anson 個樣，我就覺得一般。假如你上司同你表白，你會點樣算啊？我上司男人嚟，當佢女人先啦。會拒絕佢咯。拒絕，但係佢好照顧你喎。咁即係你咁多年咁寂寞喎，佢 take care 你喎。勉強冇幸福嘅。如果有個男仔中意咗你咧，佢好照顧你，洗衫煮飯嗰啲。我今次訪問就到呢度啦。如果中意我哋條片嘅話，就～
記得 like and share 我哋嘅影片，都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啊！拜拜。